我们要杀恩明大人。 恩明大人只是受了轻伤，而你则是白死，你会死得很惨，你要受剜心极刑。笑什么？ 错不了。如果他没死，干嘛要挖我心肝？恩明一死，我就可以含笑而去。区区心肝，你要就拿去。 授训知府贵府禀巡抚大人，卑职已经派人查封徐锡林所有家产，并收到密报纸徐锡林所创办的大同学堂，就是光复会的总机关。本官命你连同敖凤千总，尽快到大同学堂剿捕乱党。卑职定会铲除乱党，替恩明大人报仇。 你的手、眼心、诚意直线，不可退缩，不可放弃，一触即发，弹发连珠，直至你的目标，开枪如是，革命如是，人生如是。哎，没事，怎么了？徐锡林，徐锡林就义了。 啊！就徐先生，我这样。邱先生，官兵快来了，快逃吧！徐锡林把这里交给我，我就不会离开。邱先生不走，我们也不走，我们也不走，我们也不走。 我们也不走，要走的跟富生走，要留的举起枪头。富生，这么多年，你竟然还不知道我的心愿？富生，你这算是忠心吗？ 包围大同学堂，派人四面驻守。房门撞开。 Yeah.
谁敢当逃兵，就如此下场！你们还等什么？上！给我上！把酒精抓进来！才能成功，中间不知流了多少烈士的热血。中国现在还处于革命的初段，我们也要不惜以流血来灌溉革命的花朵。你们不要听到流血惨剧就有所退缩，不要一命为残。别吵了，别吵了。爹，为什么男的可以做的，女的就不可以做？玉不琢不成器。玉不琢不成器。人不学不知义。人不学不知义。为人子方少时。为人子方少时。亲师友习礼仪。亲师友习礼仪。香九龄能温席。香九龄能温席。孝于亲所当执。孝于亲所当执。龙四岁能让梨。
兄，今天就由我来请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表妹啊。多少钱？是不是九文钱？给。哦，好香啊！吃，吃。天下怎么有这么狠心的父母？竟然把孩子当狗一样锁住。那小姑娘是童养媳。哎呦，你是怎么抱她的？你看你，对不对？快给我，拿来。乖，真是的，抱个孩子都抱不好，干活去。小姐，你猜你能不能背起你将来的夫君呢？对，你行不行啊？说什么呢？有没有同情心啊？小姐，就算你有多本事，将来嫁了人之后，还是要守规矩的。哎呦，你这个臭丫头，你怎么搞的？饭都让你砸了！早知道你是哑巴，这钱也不要你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小姐，小姐，你吃你的！你住手！再动手就对你不客气了。女流之辈敢多管闲事，你找死！哎哎，哎！哎，女侠，求你，你放了他吧！求求你放了孩子他爹吧！求求你，求求你了！卖身契拿来，拿着。谢谢，谢谢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富生啊，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，那都是骗人的话。女子也要识字，来，我教你识字。识了字啊，哑巴也可以说话，而且你说的话可以传到很远很远。啊，就像古圣贤说过的话，万古流传，永远永远。对对对，永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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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邱老爷，你们亲家可是湘潭有名的首富啊！这门婚事我要是谈成了，那我可真是露脸了。其实呢，是不是首富不是最重要的。哎呦，怎么不是最重要的呢？你千金要是嫁过去，这一辈子可说是不愁吃不愁穿了。娘，我可不可以先跟他见一面啊？放心吧，婚姻大事向来都是父母做主的。哎呦，我说夫人呐、啊，你这个女士啊，那可是貌似潘安，才被子建了。要是中了安科，然后呢，金榜题名就指日可待了。你留下来陪我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我娘子呢是江南才女。青青青什么呢？少爷，我忘记了。总之啊，你们羡慕不来的啊，我就知道你们很羡慕，真的羡慕你，还给我，哎，真是，好，我送了啊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啊，谢谢谢谢。
饭堂，休想烧毁证据。家里相夫教子，偏要出来作乱党，糟糕，只会欺压百姓。刁妇，你的遗言已经说完了，住手！人可以抓，绝不能杀。这位官爷是谁？为何要庇护乱党？在下山阴县令李中岳。贵府大老爷，未审先斩，有违大清律例。先把这逆贼押回去，开堂验审。王秋氏，快交出乱党名单。本人姓邱，名景，不是王秋氏。不知官府为何要把我抓到这儿？如果你不是乱党，密谋反叛朝廷，为何私藏枪械？突然有人闯入学堂，我们只是自卫，而且那些枪械都是有准照的。贵府大老爷，不是你批出的吗？秋瑾，为何要写煽动的文章？为何要讲革命？是男女平权的革命，不是政治革命。人来，站着伺候。这如此刁妇，不用重刑，是难以叫他招供。慢着，慢，慢。敖峰老兄，这里不是你说用刑就用刑的。我敢担保，一用刑，犯人什么都招。这里是山阴公堂，不是你的军营。秋瑾是读书女子，没有确凿证据，不便使用大刑逼供。况且用刑与否，你应该先问问贵府大老爷，
我来这里是尽快把事情办妥，不是跟你研究繁文缛节。大清有大清的律例，公堂有公堂的规矩，不允许任何人为所欲为。难道你说大清律例是繁文缛节？你何须指桑骂槐？不要再讲了，弄得我头昏脑胀，我自有主意。秋瑾，你还不招，是不是嫌我用刑？幽咽烽火几时收，闻道中阳战未休。七世空怀忧国恨，南疆巾帼一兜鍪。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是位千金。打呀，跳，你们来啊。那母女平安吗？平安，平安。平安就好吧。平安就好。少爷，打完这场马上就来。真麻烦。打打打。听将十万头颅血，须把乾坤力挽回。一个女子能有如此高尚气节，令人敬佩。听说她是福建巡抚邱寿南之女。这幅字画就是邱寿南送给我的。他现在已经告老，回孝兴老家了。听闻早前病故，其何归心？南京、虎门、望厦、黄埔、爱辉、天津，北京、普安城、烟台、里瓦济亚，哎，丧权辱国啊！爹，总会有一天还我河山。只可惜，你不是男儿身呐。为国为民，男女有责。嗯，好。混蛋打开了我的鸟笼啊！啊，是我。就算你心情不好，你也不该拿我的画眉来出气。我就是想让你醒一醒，国家兴亡，人人有责，你到底怎么才会明白？我真的不明白啊！鸦片战争又不是我输的，圆明园又不是我烧的，又不是我叫慈禧去找那帮红毛鬼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做。国家就要亡了，你还可以睡到日上三竿，还可以跟你那些狐朋狗友斗雀吗？那你要我干什么？要我跟你一样终日在家吟诗作对、舞刀弄剑，这样子可以救国吗？你说的对，吟诗作对、舞刀弄剑确实救不了国。终于有件事情你认同我了。相公，我们必须务实啊。对，有道理。那你想我做什么呢？你说就行了。哎，慈禧已经回了京城，你要我到京城捐个官来做，都行。捐官？让让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，让让。哎，拜托，让让，大家让让啊！哎，对，让一让，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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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让让啊！
这里啊，是你娘的愿望。元德，我们打了败仗，洋人瓜分了我们的土地，很多人无田可耕，无家可归，只能来京城乞食。还希望你爹做了官之后，可以帮帮那些老百姓。夫人，娘，夫人。 秋瑾，你是否认识光复会成员？从实招来。我不知什么是光复会。徐希林是光复会的头子，尽人皆知。你跟他来往甚密，你能解释一下吗？我只是接任主持大通学堂。徐希林离开之后，我们就未曾见面。道士贵福大老爷多次来学堂开校董会议。 还当开学里的嘉宾，不知这是不是来往甚密呢？大胆！刁妇无非是破我们用刑。幽琴，这停！秋瑾，你还是快招供吧，免得再受皮肉之苦。你们真是笨。
失了这么久，我的同党都已经呼之欲出了。是谁？就是这个高高在上的贵府大老爷。大胆，公堂之上竟敢胡说八道！你们不是说杀死恩明大人的也是一个高官吗？来人，把犯人押回牢房。是。李县令，本官把王秋氏交给你继续审问，并命令你明日务必审出结果。要有供词，如不招认，大刑伺候，不得姑息。我把你那些旧衣服都带过来了。哎，京城的好裁缝多的是，过两天我带你去做两件新衣服。我有公务要外出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吃晚饭？应该赶不回来吃饭了。才到进城第二天，你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有人吗？请问哪里有好的大夫啊？我帮你问一问我家夫人吧。打开半边窗。这条被子要用热水烫过，太阳晒过再给人用，就拿一把锋利的小剪刀来。主事夫人，你可以去休息一会儿了。那我女儿？坏消息就是你女儿身上的是水痘，好消息是那不是天花。你的意思明天才看大夫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今晚就让我照顾你的女儿。哎呀，那怎么行？怎么能劳烦郎中夫人呢？我有经验，你没有。水痘是会传染的，就像闲话一样传来传去。如果你两个孩子都病了，我问你可以照顾谁呢？我们夫妻俩最爱管人闲事，希望你不要介意。夫人真有意思。皇主是老爷出差了吗？没有，他说他有公务，可都这么晚了，还能有什么公务啊？做官的都这样。哎，这样会留疤的。我只是想帮你女儿剪手指甲，免得她抓破水痘。啊，给桂芬拿副手套来。哦，哎，多拿一条冷毛巾来。哦，还有啊，再拿一壶水来。还有就是，给郎中夫人倒杯茶。叫我知音吧。哎呀，我真是有点老眼昏花了。知音姐，还是我来吧。嗯，好吧。哎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秋瑾？哎呀，我早就猜到了，你的诗写得真好。哎，你认识徐心凌吗？他是我相公的好朋友，他现在在日本留学，你的诗是他给我看的，其中有一首印象很深，我念给你听。身不得男儿恋，心却比男儿恋，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，俗子胸襟谁识我，英雄末路当磨折，莽红尘何处觅知音，青山诗。快快，妹妹，
知音姐，我们今天开妇女谈话会，大家交流一下，来，你也一起参加。各位姐妹，这位是我的义妹秋瑾。各位好，这位是欧阳夫人，这位是我心目中的进步妇女福部夫人，她在日本教学已多年。はじめまして，请多多指教。你好，哎，请坐，倒茶。其实我们东方女子有很多相同的地方，我相信我们可以好好交流，不分国界。妹妹，有什么事情都拿出来谈谈。夫人，我想问一下，在中国女学怎么样才可以普及呢？自明治维新以来，女学已经很平常，只要我们相信女子绝不天生劣于男子，男女是平等的，同权的，男子可以读书，女子当然也可以。可是在中国，男子是强者，女子一直受压迫，那些封建社会总会想一些野蛮的礼法来束缚女子，愚弄女子。我也想像男子一样，有一颗强大的心，像男子一样去读书。但是女子永远都是女子，并不可耻，我们要堂堂正正地让男子进目。我不仅要让男子进目，我还要做那些让男子都觉得吃惊的事儿。娘，好饿，菜都凉了，要不要再热一下？不等了，我们吃饭吧。王主事夫人来了。知音姐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客官，里边请。这边。客官，您来点什么茶？碧螺春。不是，客官，您喝点什么茶啊？我说碧螺春。嗯，你是女人？怎么，女人穿男装很奇怪吗？你们台上男扮女装就不奇怪吗？没有没有，那您稍等，碧螺春马上就到。这把赢定了。受妇道，我自刎对你不薄，你不愁衣食，我不介意你没有缠足，我又没有三妻四妾，你能嫁入我们王家，天下不知有多少女子羡慕。为什么你要穿得怪里怪气，走出去抛头露面，丢我的脸？脸是你自己丢的，如果到了这儿，是为了做狗官当嫖客，倒不如回去做你的大少爷，倒还有点出息。我现在终于明白，朝廷为什么要签辛丑条约，为什么要赔十万万两银子给洋鬼子，就是因为朝廷满是像样的狗官。
连自己娘子也看不起我。我知道，你看我第一眼，就觉得我没出息，对不对？我一生下来就是个大少爷，谁可以改变这个事实？为什么你要逼我去当英雄？我根本没那个本事。为什么你不让我安安分分当个大少爷？为什么？你不说话，我是你相公，现在你来跟我说话也不信了。好，住手！住手！别做我的事！你跟我说话了！住手啊！住手啊你！求啊！我要你求我！这些事可以救国吗？不可以！这些事有用吗？没用啊！你看不起我，我也看不起你，我也看不起你。算不算是款待？本来就应该款待。我家有两个儿子，我教他们识字的时候，经常都是用女侠的诗词。迟驱戎马中原梦，破碎山河故国休。像女侠这样忧国忧民的人，今时今日在朝廷里面已经没有多少了。为何没有纸和笔？贵府大老爷不是要一份供词吗？请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不会令李老爷为难的，请给我纸和笔。傅生已经抱着桂芳来找过他几次，元德也来找过他几次，现在我都来了，你问问他玩够了没有。王主事，不是我不肯帮你，为什么你昨天不来今天来呢？梁山伯找祝英台，哎，尊夫人去日本了。我不信，他不可能去日本，他没拿衣服又没拿钱，首饰都在我手上，他哪有旅费？真的不可能。这个世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知音姐，多谢你成全我的决定，我终于可以走进我的梦想。现在眼前的事物都是新奇的，兴奋之余，我还是很想念你和傅生。可以的话，请帮我看顾傅生，他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最知道我想要什么。元德、贵芬由他带，我就放心了。很多个晚上，我都梦见我和儿女们在一起放风筝，也许有一天可以又一个美梦成真。
在东京，我创办了白话报，以浅易的白话来提倡女学女权。另外我加入了共爱会，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女性朋友，我们在异地互相照应，人生充满意义了。我希望你能为我高兴，一切安好，勿念秋景。你看，这个世界上最不平的事儿，就是我们20000000女同胞了，年纪小小，她那双雪白粉嫩的天足脚，就要被白布裹着，之后肉也烂尽了，骨头也折断了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让亲戚朋友还有邻居们说某家姑娘的脚好小啊。到了择亲的时候，宝平，那两个不要脸的媒人在那乱说话。宝平，只要对方有钱有势，站在台边的那个女的是谁啊？不问性情好坏，陈芬，是共爱会的主席，就不知不觉你常常见到的。哎，我是说另一个，卡哇伊内。哦，她是陆楚楚，都结婚了。这么年轻就结婚了？不是，我是说你不是都结婚了吗？前生做的孽。说得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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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男人要是死了，女人要带3年的孝，终身不能二嫁。可女的要是死了，3日未过，男的就出去偷鸡摸狗。妻还未尽，新娘子就早已经嫁入门来。男女平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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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男女平等。诸位晓得，我们如果不把这些改过来的话，到国王的时候那就迟了。诸位，诸位，须不可打断我的念头才好啊。我在台上听到你叫好来的。是好，我就说好。哎，我介绍，这位是陈波平。你好。你的眼睛怎么了？炸药实验失败了，但是我学会了一眼观七。还有，他是刘道一，新来的小弟弟。你好。你好。这是胡栋林。徐锡林在哪儿啊？徐锡林来了。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啊。哎，我们到那边拍写真啊。笑一笑吧。就这样，不要动啊。还不够好，你的双手很不自然。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你的手能不能拿一些东西？拍吧，就这样，好，不要动，来。好了好了，谢谢你啊，做了一天义工，徐锡林。不客气不客气。你好，我是秋瑾，剑湖女侠，别号静雄，久仰久仰。徐锡林，别号光汉子，知音姐经常在我面前提起你。失敬失敬。终于见面了。
禀巡抚大人，秋瑾虽然不肯供出同党，但已承认参加光复会，私通乱党，谋乱罪名已成，恳请大人将秋瑾先行正法。望远镜通过光学成像的方法去看远物，能在平面上聚焦造成影像。西方早在17世纪，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已经懂得自制望远镜，他观察月球，知道了天体的表面不是平坦无瑕的，也看到了银河非为单一天体，而是由无数星体组成。把水淋在金刚石上，然后把镜片附上，慢慢的打圈，不要心急，否则会把镜片磨花。适当时候再加点水，你看，多平滑。这个镜子做成望远镜，可以看多远啊？28星宿都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哦，真是不可思议啊！有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当你望到那颗星的时候，那颗星可能就不在天上了。我们见到的星星是星体从前反射出来的光，星光由那个很远很远的星球走过很长很长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，经过很多很多的光年。哎，那光一年能走多远啊？对人来说是千生万世都走不完的。这么远啊，那岂不是永远永远。我有时候想，我们今天所做的事可能要后世人才能看得见。来了来了，来，这里这里有，他可真忙啊！阿里嘎多，人齐了是吧？真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来，喝一杯，我们人到齐了，干杯吧！嗯、好，来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！怎么了？今天是什么大日子啊？今天是天华生日。生日？不是几个星期前就过过了吗？吃吧，吃吧。谢谢。他经常过生日。哪里是？吃吧，来吃吧，你的。啊，谢谢啊。哇，他拍的您那么威风凛凛，喂，过来看，过来看。什么？徐锡麟偏心，都没把我最漂亮的一面拍出来。这是巾帼不让须眉，简直是施雨见的才女啊！大家说是不是？是。好漂亮。好了好了，该吃饭了。楚楚，今天高兴，喝一杯。胡董林，你把手拿开。我又不是跟你说，假小子。你说什么？胡董林，我以共爱会主席的身份告诉你，我们共爱会的姐妹是不可能给人做妾室的。当人家的妾有什么不好？只有大富大贵的人才有资格三妻四妾，有哪个女人不想嫁入豪门啊？好了，你还说。你色迷心窍，就去你的妓院吧。我去妓院也不会找你，不男不女。哎呦，够了！你这个死人，不要再侮辱女性了。连我爹娘也没打过我，岂有此理！哎呦，我够了！滚！哼！秋风秋雨愁煞人，这算是什么公子？只有七个字，只有七个字。你不用刑，还待他如上宾，你为什么包庇他？这是巡抚大人的手谕，巡抚大人已下令就地正法，斩杀犯人。斩杀？根据大清律例，对女犯人的极刑是绞刑，为何斩秋瑾？
而且案情尚未查清楚，又没凭证，单以这七个字的供词，我们怎么可以处死秋瑾呢？你想抗命？你居心何在？你看清楚，徐府大人的手谕是斩杀犯人，由山阴县令李中岳监斩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看，真过分！不许结社，不许做政治议论，书信必须接受检查，必须接受和遵守清廷的法令。反对准许清宫学生入学规则！反对准许清宫学生入学规则！我们要罢课抗议！我们要罢课抗议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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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对准许清宫学生入学规则！反对准许清宫学生入学规则！有个国旗在反对！有个国旗在反对！反对准许清宫学生入学规则！反对准许清宫学生入学规则！社论全是嘲笑罢课学生的。出于秦国人特有的放纵卑劣的意志，其团结颇为薄弱，都是乌合之众。中国留学生嫖妓、酗酒、赌钱，生活放纵卑劣，下流腐败，丑行多不胜数。国将不国，为什么他们还要做丢人的事？国耻！国耻！
若如此能促诸君有所警动，拒绝飞行，共将爱国，更卧薪尝胆，刻苦求学，颐养实力，则国家兴隆亦未可知，中国不灭亦未可知。你要我们罢课回国，你是谁呀？你能代表我们吗？我们来日本留学是为了增广见闻，是为了来学心学，不是为了上街闹事引起骚乱。今天是陈天华先生的追悼会，各位，要不向死者鞠躬，要不就立刻离开，轮不到你来教训我们。你们这群人学而不思，弄得今日如此田地，全是你们咎由自取。你别连累我们，把我们拖下水，我们绝不会跟你们回国的。国有国体，人有人格，日本政府剥夺我们的民主和自由，难道我们还可以忍气吞声下去吗？甲午之耻未雪，只有学有所成才不失体面。要走的走，要留的留。我们自费留学生跟你们官派不同，我没有要求你们跟着我，但是如果你们回到祖国卖友求荣，欺压同胞，就吃我一刀。退下。不必了。我只是个小官，人微言轻，实在无力相救，杀你非我本意，希望你明白。你可有遗愿？有三个。只要我办得到的，我一定会完成女侠的遗愿。其一，行刑时不可使衣带散乱，不可令俗物近身，死后不可枭首示众。其二，秋瑾想作诗以别世人，李某以为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七个字已藏女侠千言万语，那其三呢？
如果没有其二，那也就没有其三了。我知道你不开心。如果我说我很开心，你会信吗？不开心也好，只要你不后悔。后悔？我知道我要做什么，没有人可以教我怎么过我的人生。人家叫我们做的，我们偏偏不做；人家不要我们做的，我们就全都做。有时候我在想，该不该用我们的人生跟人斗气？我做任何事情都不是为了斗气，我是为了国家民族，为了几千年来受压迫的妇女。那你有没有想家？我当然想家，可我也知道该什么时候回家。妹妹，哥，娘，这些衣物你保存得真好。当然了，一到夏天我就把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晒。哎，这双弓鞋还在啊。小姐，我听说那些日本留学生经常闹事。闹事？闹什么事啊？你老实跟我说，你是不是革命党？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哎，你们娘回来了。桂芬，仁德，叫娘。这些年，留学、办报、结社，钱都已经散尽了。没关系，你回到家里，就不用担心钱。现在，我在外面还欠了很多钱。多少？你把我的嫁妆还给我就是了。嫁妆你留着，明天我去钱庄拿钱给你就好了。谢谢。你变了很多。娘子，你不会再走了吧？还有什么比留在家中又相公疼惜，看着孩子长大更好的呢？好，好。好不好看？好看。嗯。
我去买点糖葫芦吧。让我去吧。不用，你照顾孩子吧。啊，仁德，你要听爹的话啊。哦。富生啊，帮我照顾贵芬。我当然有想家，可我也知道该什么时候回家。很多时候，中国人背井离乡，就是为了家人将来过得好一点。在日本，差不多每一个晚上，我都会梦见我的孩子。可又在每一个白天，我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同一个场面，那是我们到前行的第一天，我们的车突然被解体，我一看是一个母亲，一手紧紧拽着我们的车，另一个手还抱着他的孩子，求我们给他点吃的。我给了他一个馒头。这时候，无数个难民冲了上来，把我们的车晃得左摇右摆。我当时抱着我的孩子，我心里害怕极了，但又不知道在怕什么。我和我的孩子都是得到温饱的那一群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我还记得牙差们为了给洋人开路，把那些难民打得头破血流，可即使这样他们也不愿离开。为什么？就是为了给他们的孩子要一个馒头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知道，只有我和我的孩子得到温饱是不够的。我希望全天下的母亲和孩子都可以得到温饱。一个慈禧以一国换一己之福，那又有谁可以拿一己换一国之福呢？刚才问你，是想肯定你的决心。现在，我以光复会副会长身份，正式邀请你入会，一起回国，计划起义。你老实跟我说，你是不是革命党？当然不是，娘。这可不能乱说。你不是就好了啊？我所为之事与国家民族有关，不想牵连王家。断绝关系。
我们一起来，一起走。刘道义和陈芬的家人有没有去认领尸体？他们不敢，怕受株连。朝廷现在正倾全力在长江一带缉捕革命党，我看要抓紧时间发动起义。我在安徽捐了官，明天就会离开绍兴。慈禧派了他的心腹恩铭到安徽当巡抚，说是推行新政，但是我是不会相信的。如果慈禧是真心的，当年就不会杀害维新变法的人。新政只是一个烟幕，抓权和缉捕革命党员才是真的。不过这个烟幕正管用，我就利用新政的假情假意混入官场，直到徐锡麟参见巡抚恩铭大人，掌握时机夺取兵权，发动起义。我离开绍兴后，希望你可以接办大通学堂，那里是光复会的基地，光复军的摇篮，将来你要带领光复军起义。你交代的事情我一定会办妥。将聘级司臣真是天下大乱了，一个妇道人家怎么如此抛头露面，招摇过市，真是成何体统。哎，现在国家积弱多时，这位邱女士不避男女之嫌，挺身而出担任大通督办，为国家培养人才，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。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欢迎二位大驾光临，来这边请。大老爷，刚来绍兴，一切都还习惯吗？还好，还好。大通学堂有两位任名誉董事，真的是无上光荣啊。邱督办曾经出洋留学，又热心办学。我当然鼎力支持，多谢大老爷，小女子定把学堂办好。原来这歌的曲和词均是邱瑾督办写的。邱督办真是多才多艺。这是安溪铁观音，是专程带回来给二位品尝的。邱督办真是心细如发，怎么知道大老爷最喜欢喝铁观音？嗯，好茶，好茶。伯平，我那还有一罐，不如送给懂得欣赏的人。是，君子不夺人所好，难得碰到品茗专家，请大老爷笑纳。如此确实不公了。关于射击班买枪支的准照，大老爷已经批出。多谢大老爷，以后毕学堂毕业的学生一定帮助政府实施征兵。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绍兴府学总办胡洞林参见贵府大老爷。有贵府大老爷坐镇绍兴府，实在是我等读书人之福啊。小姐，别来无恙吧。我们在日本就已经认识了。是胡夫人吗？你办的？停办了。为什么？没有经费。如果你想继续办报，我可以在经费上面支持你。你还是把钱留下来，给你相公捐个更大的官吧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做那个死人的妾。
秋瑾姐，你已经忘了当时他是怎么羞辱你的，你也忘了一般姐妹是怎么维护你的。你随便参观，失陪。原来我没有选择。你有学识，你比很多女人优秀，你说你没有选择？我爹死的时候，胡东林真的帮了我家很多。我求求你，不要生我的气了。我这次来真的是为了见见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。慢着，我想看看有没有人来为我送行。是你啊。是啊。喂，我还为你带来一个惊喜呢。富生，富生，你来了之后，袁德贵芬谁来照顾啊？你放心，他们的父亲都很疼他们，但是你公公婆婆说要跟你一刀两断，连富生也赶得出来。这给你，你拿去帮中国女报复刊吧，收下吧。当初我办中国女报的时候到处筹款，想要筹得10000元做经费，可到最后只筹到了几百块，就连那些妇女的反应都非常冷淡。这个女报我不再办了。你还是收下吧，这钱给了你就是你的，你用来办报也好，做别的也好，你自己做主吧。知音姐，你真的帮了我太多。最近不知怎么搞的，我总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不长了。如果有一日我不幸牺牲的话，妹妹，答应我，不要做一些叫姐姐担心的事情，好吗？待从头收拾旧山河，如果我的尸骨可以埋在杭州西陵，就是我最大的福分了。我明白你，我支持革命，
但我不认为必须要流血啊。徐道来，你看一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是乱党光复会名单。大人，知道能不能知道这份名单如何得来，是否可靠？非常可靠。你不用管怎么得来，尽快把乱党抓回来。这一个也不能放过。大人放心，直到必定把乱党杀得一个不留。他已经到了，在里面。好，给我。他没有说名单从何而来，幸好全部都是化名，我这光汉子也榜上有名啊。恩明给你名单，会不会是诡计啊？即便是诡计，也只能将计就计。无论如何，这份名单对我们十分不利。我们必须先发制人。我这次来是想跟你约定起义日期。恩明下个月会参加安庆巡警学堂毕业典礼，巡抚到，全省大小官员也一定会到。我想利用这个机会，把安徽所有的官员一网打尽，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好戏。那我就同日在绍兴起义，两省呼应，一定可以扩大声势。成功之后，我们联手攻入南京。徐贵办，这是巡抚恩明大人的来函。有问题吗？恩明要毕业典礼提前明天举行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机会。现在已势成骑虎，明天还是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。但是我们来不及通知秋瑾姐。现在唯一能帮我们的就只有巡警学堂的学生了。只要我们能够刺杀巡抚，谁敢不听命？一旦安徽省落入我们的掌握之中，绍兴方面吃几天起义应该没有问题。我们国家之所以被列强瓜分，沦为民不聊生的半殖民地，都是因为朝廷崇洋媚外，官场腐败，不断挥霍人民的血汗。继续下去，国将复国，这都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。各位同学，我们可以改变国家的前途，而国家的前途就在你们手上。我恳请各位同学，当革命发生的时候，付出你们的一分力。是。应该一会儿就停。大人，先到里面歇一会吧。好。香啊。大人，学生们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。老天爷要下雨能怪谁呀？
在房间里下手。好。上去看着。哥，向左，向右转。
怎么了？徐继林就义了。有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当你望到那颗星的时候，那颗星可能就不在天上了。我们今天所做的事，可能要后世人才能看得见。
拍吧。我虽不杀伯仁，我不杀伯仁。很多个晚上，我都梦见我和儿女们在一起放风筝，也许有一天可以又一个美梦成真。愿分担此把一息从前修持口。